以前的中文成语当中有所谓闺房当中的画眉之乐，意思就是说两个夫妻的感情好到丈夫帮太太画眉毛。还好只有两个人看到，因为要不然男生帮女生画眉毛应该会变得很灾难。康熙来今天就要重现画眉之乐，我们邀请了男明星们找他们喜欢的女生来，然后男明星要帮女明星化妆。欢迎四位男明星，好吗？四位男生有帮女生化过妆吗？没有。所以 S， 我们今天要让他们对他们喜欢的女生化妆的时候，要一边讲甜言蜜语吗？一定要的。好，然后 Eason 跟 Kid， 在你们旁边那个还没有转过来的女生，真的是你们喜欢的女生吗？像我这位女生，是我大概七八年前就觉得她真的还不错。是许维恩吗？不是啊，这么大胆啊！还有。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。Eason 好像在我们节目表达过你对这个女生的喜欢了。对，然后后来长达一段时间，其实我都有对她就是发一些简讯，或者是有试着要找她出去过，但是成功没？但是还没有成功，所以今天是我们就第二次。对方都怎么拒绝你的？就是因为有一次我们一起收工以后，然后他说他要去买一个狗的东西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带你去啊。是。然后他一开始本来听说觉得还 OK 这样，然后他就说那走吧这样。交通工具是。然后我就说那我骑摩托车，他说好吧，那我先坐电车好了。他说因为不是，他说他有点赶时间，然后他就坐电车去了，然后我就说你等我，我说我买车以后我就过来接你这样子。那他有感动到吗？他说我应该。你说等你买车，他才能够去宠物店买用的东西。他意思是说叫我赶快多努力，然后赶快买了车以后去接他。真的假？他给了你这个承诺吗？我觉得他是这个暗示啊。我真的是承诺到现在完全。他应该看准你是永远不可能买到车吧？二手车其实有的还挺便宜的吧？陈汉典。对，今天是要男生帮女生化妆，你为什么自己脸那么白？我有化妆啊，你妆很浓啊，我看得出来。所以那个女生是我们都一直知道你在追那个女生吗？其实我今天是来骗通告的。我不喜欢她，我们没有要让你骗啊。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她，我们你那组就撤掉啊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还是化啊，还是化。你喜不喜欢她？欣赏啊，没有，还没到喜欢。她撤掉。麻烦把那椅子撤掉。爱爱爱。有一天放月池，你爱他，是因为你们一直要给人家撤掉，那极端的选项，因为我们没有要随便骗观众啊。是啊，刚刚开始啦，应该是这样讲，刚刚开始。你有幻想过他吗？没有，真的。撤掉，撤掉，撤掉。哇，很深啊，很深。你幻想跟他干嘛？其实全部啦，就是说。蛮你希望对他，你希望对他做那么多事情。嗯，对。撤掉，撤掉。这样也要撤掉？太恶心了。你说实话，你现在走到四个女生的前面去看一下，是不是这样放眼望去，在你眼中，她还是你觉得四个当中最吸引你的一个？对，会比较合你的胃口。我比较注意她了，我比较注意。那就好啊，是你欣赏的。是我心，所以你们每个人确定，你们走到四个女生前面去看，你们选的那个都是你们觉得四个当中最吸引你的那个。没错，嗯，对啊，每次其他就还好，其他就还好，不用讲。你们今天帮女生化妆的心情是要闹她们，还是说是真的化好一个漂亮的妆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要让她美美的。好，四位小姐，我跟你们讲，在你们还没有转过来之前，我就告诉你们游戏规则。等一下，男士们帮你们开始化妆。如果化的程度是让 S 感觉不到有化妆的话，你们双方就要接吻。这么好，安全坠落吗？这是福利，对不对？所以女生就要一直鼓励男生继续化，继续化，而不能够阻止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要再化了，你不要再化了。”因为如果化了二十分钟，眼妆也看不出来，那就浪费我们时间。那就要接吻。那我要先吃口香糖。有备而来，哎，借我一点吧，好不好？你这种积极的态度是正确的。好，今天我们有 Kevin 老师在现场做指导。根据我们上一次请 Kevin 指导画眉毛的经验，他应该是灾难的来源吧？今天是要主持奥斯卡颁奖典礼吗？今天我觉得就像是看到这一些男士，然后画这些女生，好像是在红毯上面的妆容，因为要就是一定要妆容嘛。是的。你们是喜欢女生裸体但是浓妆吧？对对，所以好，Eason的女生请转过来吧。哎呀，
叫他买车。没有，那一天下雨，然后我东西很多，对，想说叫他用摩托车载我，好像也不好意思，因为是录影有大包的东西啊。你们两个是之前有去出外景那个约会的吗？对对对。我看这样的底，你还画不好的话就有问题。不会啦，我一定。你今天 idea 是什么？你要把它画成什么？就是因为它好像是有一点点黑眼圈，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要把它弄得气色很好这样子。我知道了，你加红红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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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那搭配眼影的方面。眼影的话就是那个自然大地，大地色系，大地色系这样子。因为我想你说得出大地色，大地色系，因为我想要，所以我现在想到你脸上会有土的颜色，还有红苹果的颜色，最后会像一个苹果森林。我想要最后变成日本女明星那种，就是最好是漂亮的。好 ，Kid 刚刚说这个是他以前同事过的人，然后他欣赏他对于做事情的态度。我没料到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哎。他其实是啊，因为就是他以前我就是看他从妹妹，然后变到现在有点像专业的辣妹。他脾气比较坏，还是阿布旁边那个女生脾气比较坏？阿布旁边那个。你这个脾气不坏吗？这个其实不会，他其实我就我的观察，他跟男生相处的时候，他是极度小女人。真的？他超。我以为他很凶哎。他没有，而且他其实还蛮古灵精怪、精怪的。是哦，好，小姐，麻烦你转过来好不好？嗯。被捧红。被捧红，你眉毛没有画吗？我有画眉毛，然后我有种睫毛。你根本今天妆就画好了。没有，而且你有放大瞳片，你有放大瞳片哦。有，而且你口红也画好了。哪有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讲，没关系。他如果现在底妆是长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规定 Kid。一个比较浓的风格。有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啊，我其实私底下有带那个，就跟那个金黑色的那个底，我等一下弄起是国标舞的妆吗？对对对，我想说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它运动型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很黑，对，我上次画黑，这个我上次画了半天，期待。我现在的画面是有点像小贤。那时候表演国标的那种，太好了，就是那个风格，加油！国标很浓哎，很赞，一定要做到哦。对，好，国标女王陈汉典，你旁边那位是我们都知道的，就是号称你喜欢的那位嘛。对对。然后其实出了节目之外，完全没有进展。对，没有，还没有约过。我可以让转过来。可以。好，来。你很素哎。对，你跟我们以前看到演的时候不一样真的吗？我今天素颜了。你今天很素，原来你长这样哦。对，我长这样。对，我长这样子。那你今天要对他下的妆是？你们觉得他适合烟熏妆吗？烟熏已经被 Kid 用掉了。对，是吗？我觉得埃及艳后好。因为我也觉得他平常的感觉太乖了，他艳一点比较好看，他要艳一点，所以我希望他会有那个眼尾会飞起来的那一种，哦，就是比较夸张。我希望你把它画成他即将是要去拍翡翠杂志，翡翠杂志，翡翠杂志，男生可能不知道翡翠杂志。我要看到以前的田丽的那种风格，比较老式。田丽很好，阿布旁边这位，他平常是走浓妆路线的。平常也比较艳吧。嗯嗯，那等下转过来，我们还认得他吗？可以啦，不错，素一点也不错吗？好，这位妹妹，请你转过来好吗？有一点差哎，有不一样哦。可是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的脸，因为其实平常我没有很浓，对，我没有很浓，因为我的脸就是只要一点颜色，会鼻子蛋好大哦，就是我只要一点颜色就会变很艳。嗯，对啊，然后全素就。你现在是原为人哎。卸妆的时候，他的五官有一点面包超人，有，因为我都很圆，都是圆的，对，所以你眼妆一定要很浓，才会把鼻子弄小，对不对？我的眼线一定要拉出来。Kid 的化妆有模有样，贝彤彤现场变身女黑身，先上粉底，我从来没有看过直接就上了，女黑的，贝彤彤不要上去。你这样会像泰山呐？你烟熏要赶快先画下去。好，烟熏来了。烟熏还没画好，他整个脸都被烟熏了。我感觉他气色不太好。这就是所谓的面如土色吧。
不要笑，你不要笑。这个如果不好看，真的知道吗？你坐到电椅上面去，电椅吗？真的应该不会电吧？手要绑住啊！我觉得会惨不忍睹。现在先上粉底，刚刚那个颜色，我从来没有直接就上了，身体黑的。贝彤，贝彤不要抗拒。哎，这怎么那么慢呢？多一点，快一点。不要了！哎，你这样会像泰山呐。不是重点，那黑效果很好，好不好？效果很好，大地的感觉。为什么眼睛闭上？眼睛闭上。痘痘就变土豆了。这好像烤肉，好紧张啊！不怕，我早。而且有色块哎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不均匀的深色了。晒伤的感觉。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么黑？是因为它其实是有雀斑的，我刚刚把它顺势把它遮掉。所以不均匀是故意的吗？对，这绝对是故意的。大家不要觉得我好像是技术不好。我觉得他现在完全可以去演某部逃难的电影，哎，有灾难片的感觉。火灾的，很好看呐。技术灾难片。来，嗯。你什么？哎，你们男生被化妆的时候也会吗？吗？你说会拉人中卸妆的时候也会啊？我真的觉得他快哭了。好，所以现在是脸部的底。我现在牙齿变好白哦。先不要看。我不是很懂这个妆哎。我觉得很淘气啊。好，这大概就是脸部的部分，就差不多大概是这样。好。哎，你不要哭，他哭了啦。有落泪吗？他哭了。有眼泪吗？你还没有看到。被我们悲惨事还没有开始哎，真的没有，他真的有眼泪流出来，然后你要哭了，你要安慰他，你的女生掉眼泪啊，不要哭，乖乖，你快点，我要给凯文老师画，好，可以。如果有眼泪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用防水的眼线笔？对对，这样子不会。你烟熏要赶快先画下去，好，烟熏来了，烟熏还没画吗？他整个脸都被烟熏过。烟熏过，我本相。Oh my god！ 哎，你现在，请问你现在在追求什么东西？我现在在烟熏，是慢慢的做一个渐层的那个渐层。嗯，所以你是真的在慢慢的熏它，是不是？我慢慢的熏它，用什么口臭吗？那边不能黑了，这边黑到脏。还有什么？你彩妆师还是我彩妆师？好，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救不了你。医生，你等下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只觉得他气色不太好，这就是所谓的面如土色吧。不要笑，你不要笑。我现在很认印堂发黑的感觉。印堂发黑要扩散。你在上眼线是在做什么形状吗？你这样。你要用锯齿状，因为我看很多那种就是时尚的那种，它是会。你干嘛还帮他拉一个眼尾啊？哦，要勾眼尾很重要啊，勾眼尾现在很流行。太远了，太阳穴。我跟你讲，对，这句话不要点到我。有一种很美的妆是以前我去夜店一定会画的，就是眼头那个眼线几乎是连在一起，那个画的好真的会。男生会觉得很艳，可是其实不用两个都连在一起了，可是我说的话不好会像黑眼屎。哦，有哎，有救回来了。他现在有埃及古墓里的人的样子。可是你下面到底下面露太多白了，对，上面的人，你下面到底想放什么？不会啊，加那个很漂亮。我觉得有成功。只是说你这边太多白色，你没涂色。涂满。觉得不是很成功的妆，可是我觉得它算是有特色了，代表某段历史哎。懂吗？他的眼妆很重，可是脸上别的部位好像没有东西。对。好，现在上是腮红吧，还是什么的？最主要是眼睫毛的问题。你敢上眼睫毛？我会啊。你要上睫毛？他刚才的用意应该是那个中间的留的空隙，就是要放睫毛。哦。还是说？可是他刚留的是下面呢。我觉得贝彤他弄下睫毛，贝彤好像年龄变大了，很让人敬畏。我先夹一下他的睫毛。请问你现在粘的方法是？你在干嘛？要把它吹干。哦。要吹眼皮哦。吹眼皮。一般化妆师有这样吗？
一般化妆师都用那个电风扇，那个吹风机。不会吧，自然干，自然干就好了，没有在吹的。你确定吗？你腮红准备来了。哎，看看，哎，贝总能看一下我们腮红跟口红。哇，很艳呢。哇塞，完全可以去参加国标舞比赛。我必须要说，比我想的好很多哎。整睫毛，你腮红快点打一点层次。哎 ，Kid， 你很 OK 哎。我很 OK 啊。你腮红可不可以？腮红就是腮红的部分。啊？哇，那你。我的图太边边了，位置不对。他喜欢那种，他喜欢那种飞的脸。你们不要碰我啦！从上面飞进来的感觉。他喜欢飞的脸，好像僵尸片。哎，我觉得好狂野的，这个感觉好嬉皮哦。好像 OK 耶，佩彤彤没那么糟。佩彤彤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距离很远的关系。我就需要很需要一个字，你呢？好复古哦。我懂你意思，马丽莲梦露，一边。好，就这样。完成了，大家都在拍手。Kid 真的是在帮女神化妆吗？脏脏的脸，真不知道画的重点是什么，把自己心爱的女神画成女丑了，整张脸看起来就像被烟熏过一样。来，哎，彤彤要摆出酷的表情，装饰和酷的嬉皮嬉皮。哎，我们两个就是很拽很拽的样子哈，很拽哦，一二三，出发。OK 啊，贝彤彤 OK 耶，斜着看还不错哎。我可以看了吗？我可以看。你 OK 耶，你竟然从地狱回来，很像那个约翰·兰农的太太。日本的那个对啊。加里良子，加里良子，好了，看呐，我们可以让他看了哈。来，怎么样 ？OK。不要死！禁止了，禁止破掉了。不行啊！不行，很好看啊！很好看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笑，臭脸，然后看一下，你看，臭脸，臭脸不错啊！酷一点，酷一点啦！臭脸不行吗？这样可能已经不错了，很帅，很帅，哦，完全是六七零年代的女生呢，对，还不错哎，很好看，好不好？哎 ，Kid， 你过关呢，谢谢。变身展现森林系彩妆，赵婷当场变灵媒。画平静在电影上面。好，不太好了。他现在干什么？他是用指腹在点，不是有很糟吗？我现在看到大地，这是大地吧？我只看到小地啊，就是两小块的。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脏啊。你不是要通灵吗？森林系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把你画成通灵的。电影上面是這樣。好，少婷在前几天有在新闻上被称赞，她很爽快的承认，她说脸部有一个妥瑞氏症吗？妥瑞症，所以你干嘛把粉盒掰断？我可以跟你，我可以跟你朋友聊一下天吗？我等下再买一个还你。所以少婷为什么要公布？因为最近有新主持节目的关系啊，然后那个节目有半时镜秀的感觉，所以镜头是从头到脸，随时都要被对对对肉到尾，就没有办法去避镜头，所以这阵子好多网友就问，他们以为我可能颜面神经失调，或是怕我太累，然后可能会中风。OK， 我觉得让他们一直担心，好像也不是办你那什么。你就跟我聊天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可以帮助你防范恐惧的一个方法。真的是太累或者是紧张，就会犯的比较严重，是不是？会，因为其实我从七八岁开始就一直有，所以公布之后，你自己有比较高兴吗？有，我心里舒服很多。OK， 因为可以跟人家真的讲这件事。对啊，而且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想，你会不会差太多？不是，他好像是在防范你的黑眼圈。对，因为很多人会以为黑眼圈是要直接画在这个眼睛的下面，其实错，它是要勾两个这个这两个位置。谁跟你说的？谁告诉 ？Everybody told us. OK。讲英文，讲的都不是很好，要讲英文呢。我这样讲比较专业啊。
每个人告诉你这样做。对。而且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说，是因为你快要害少廷发作了。你要看到我就会更紧张。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妥瑞症是什么，所以我想说，刚好这个机会让大家多认识这个病，就轻松很多啊。以后你如果真的发作，就不用在那边担心。因为其实观众就是知道他的原因，就不会再讨论这件事情。对，而且会往正确的方向来说。而且其他跟你有一样困扰的人，起码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。有，我有收到很多跟我一样，眼线吗？对，这边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少廷到目前为止都很 OK， 都很好啊，都很 OK。医生，你有在珍惜现在这个脸跟他贴那么近的时刻吗？可是我很怕，我这辈子只有这次机会了。哎呀，不会啊，我们每隔一个月就发你们来化一次妆了。哎，他手法是很专业的，不太懂他现在在干什么。他是用指腹在点，对，因为手指是最好的化妆工具。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像笔啊什么的，因为手是有温度的。你要让他把他眼睛画成那样，还有资格现在讲？不是有很糟吗？我现在看到大地，这是大地吧？我只看到小地啊，就是两小块吧。在现在眼影上出现一些光晕眼，这是什么？算厉害，这是绿色吗？哎，这种就是要用一种不规则金灵系的吧？哦，哎，你这不规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这样画，哎，走阿凡达系列，对，浅的最后画。我觉得今天画完以后，你可能不会再理他了。他这个很像枕头的妆哎。他再三保证他会好好画，我是好好。然后他回去好像还有练习什么。少廷算了，放轻松。奇怪，他没有很显色。没关系。你希望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是什么招？他好像有涂失败，想要擦掉，他以为是有橡皮擦的功能，就是。他刚才擦，无法想象我现在是什么样子。你不要想，我有点哭，我有点疑惑。应该不到丑，但是就没有特色。对，有点是没有章法的话，没有特色。对啊，他旁边很像淤血的感觉，就不知道刚受伤，眼睛有。不过他起码有黑眼圈有减轻了。嗯，对啊，你看我下面这边，你下眼圈是明亮，我觉得真的很像小朋友在自己乱化妆哎。没有，这是有，这是有那个。对，你不要讲那个。你不是左撇子，干嘛用右手夹？你用左手。有没有夹到？没有吧？没有。那这慢慢，好可怕。有没有夹到？没有。那可以啊，拉一下。别，站住好。走吧。我手心都湿了。很可怕。气这个吧。看也很可怕。我跟你说，你除了累的时候之外，你紧张的时候也会被他引发那个。太严重了，压力太大了啦。我那妥瑞症不能在那个剧啊。妥瑞症压力不很大，有吧？还不错，现在好像害点的女友哦。对对，假睫毛成功了。可是你是粘在上眼皮上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变漂亮了。对，因为我如果跟贝彤彤一起走进夜店，你也不知道先看谁。都很吸睛，后来又速度要加快，在荧幕上超。我觉得比刚刚好看，睫毛比较好。有，变漂亮，眼神变强，它就让你那个眼影没那么夸张。腮红，对，苹果肌在这，照你的意思，你那是嘴边肉哎。除了脸部之外，妥瑞会使你其他方面不舒服吗？我小的时候，除了脸部，还有手啊、身体、腿，声音也会，出声音。OK， 哪一种声音？妥瑞症，他就是医生统计，他们说各国不同的妥瑞症的人啊，他们在声音部分的那个症状会很像他们语言中的脏话。可是你后来上节目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这件事。长大之后就变成只有脸部比较严重。你碰他嘴唇应该碰得很高兴吧？对啊，慢慢聊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因为嘴唇的重点是你不要把它画满。可是其实又没有太糟，就是只是一个有点好像幼稚的画法。医生，你这是大地色系吗？是拿一块土恩抹在少廷脸上吧？红色的眼影，年歪的假睫毛，医生真看不出来少廷是您的女神。可是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脏啦。你不是用通灵吗？森林系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把你画成通灵的人。
李姐，你要牵着少廷的手到中间来。哇，牵手了。哎，你高度跟他好久，你高度可以跟他交往吗，先生？我今天有想说要穿平底的，你可以接受比你矮的男生吗？所以我今天没有穿，我可以接受，所以我讲我今天没有穿高跟鞋。OK， 化妆师跟模特儿要走台。那我要用什么那个？我说不出来这个妆要用什么态度。那这个妆什么态度？青蛙。就是很困惑这个世界发生什么。小馒头。困扰。OK， 困扰。来出发喽，走吧。困扰干嘛？转圈圈啊！需要。可爱哎，可爱吗？那我们要让少廷自己看一下哈。好，来，后面。对，我要看哦。啊，加油，少廷，不要发作哦。真的还好哎。你看到红色那个是什么？红色，被大的生语的文字叮到了吧？慢点，过敏。就是这两块是我的，我觉得红色很失败。对啊，而且里面本来还有绿色，哎，是被那个假睫毛，假睫毛失败吗？哎，他假睫毛贴到我双眼皮眼褶里面。Kevin， 你有没有办法？说双眼皮。你有没有办法把假睫毛近看？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的红色？你在双眼皮。难怪这个睫毛不长。所以他眨眼的时候，他眼睛都会动，会不会动？内双啊，内双的人才会这样。没有内双。我觉得你的逻辑松碎，没有逻辑。对啊。少廷，我让 Kevin 帮你把红色处理一下。是的。你还是要保留红色，补一下。可是让它变得不要这么红色。就是变哭，红色。变哭。少廷，你是不是不要跟他交往？我真的不会跟他。信心满满，刘宇瑶化身钟馗捉妖。我跟你们讲，你绝对会是今天最美。不可能啊！宇瑶，给我们看一下，有没有初步的那个样子出现？我觉得像钟馗，他像好多雷神或者什么。对，比较可爱。去电影吧！啊，哇塞，来喽！我跟你讲，你绝对会是今天最美的。不可能，相信我，加油！相信我，好像很有信心。因为我觉得阿布感觉是有逻辑的人，而且阿布刚才表现得很有自信。你们东西好乱，你们而且他说他画过嘛？阿布，你刚才说要画什么妆，我忘了。猫眼，你不用贴那么紧，放轻松，好不好？转过来一点，转过来一点。阿布，你要先处理什么？哦，等一下，你的手静电呢？真的假的？来电了，好了，转过来了。不要太高。不会，先帮你把它打亮一点。刘雨柔，她的手劲正确吗？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还 OK。她手有没有在抖？但你是用什么颜色？哎，那个颜色上太高了啦。不会了，真的啦。因为你今天的妆是要比较夸张一点，你没有拉到尾巴，你画到中间而已，会像斗鸡眼哎。不会，你要往后面拉一点啊。有了。我觉得男生真的不懂拉这件事哎。你不要往下垂。等一下再那个补上去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刘雨柔这么吵，还需要跟他交往吗？随便在脸上画个叉就算了。不过少廷可以救，我觉得贝彤彤可能救不回来了。我觉得只要把我的底稍微推掉一点，我可能就会看起来好多了。我觉得你那颗痣现在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感觉，因为他的痣跟他的眼尾也有一颗，你有发现？你又骑在人家腿上？你们脚不是啊？我要这个手真的不能抖的，一定要这样固定装的啦，卡成这样啊？你都已经卡到脏了，你这是卡到？你有遇过化妆师这样对你吗？我化妆的时候都会把腿盘在我的化妆师的腿上，然后他就把我拉很紧，然后我的心里就会形同那个卡锁一样卡住。这么亲密啊！可是他是女生。OK， 如果是男生就不好意思这样。不行。哦，猫眼出来了耶！有，是不是？你会耶？我感觉我画一个三角出来。他这样算不算不错？其实还不错。还不错嘛，形状是对，但是有点太慢了。太慢了，嗯。不熟练嘛，好，加快，还不错，加快了，有猫的，出去了，
笔断了，等一下你不要动。笔写断掉。我师傅，是多大力啊？超大力的吧？不要催我嘛，被嫌弃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收掉了，等下我继续补。你两边没有对称哦。真的吗？有点像汉堡神童了。我觉得羽柔宿醉感比较。你有一边有点掉下来了。我觉得羽柔现在好像化妆了。哦，哇，差好多，漂亮。变怎么样了？变怎么样了？来来来来，他只画了一边，所以你刘海要遮住。而且他的那个假睫毛，我没有帮他重捏。可是没问题啊。非常摇滚。你可以看镜子啊，很好看。这里，哇塞！我就是本来就是要走这个路。啊，好多了。对，真的好摇滚哦！这边怎么了？我看一下两边的差别。旅游旅游，给我们看一下，有没有初步的那个样子出现了？我觉得像钟馗啦。眼头是要加白板。天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犯错？可以看起来很到底哪里有问题？他的位置放的是错的，知道吗？他现在好像雷神或者什么。比较高。就是像我们张国荣那种。可能是因为为什么他这样看起来眼白比较多啊？眼白比较多，因为他把那个黑的颜色放在下面了，眼尾的地方，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在讲有点下三白。下三白。但是要让这样的眼妆，我觉得能够成立的话，必须眉毛要画黑色。嗯。OK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睫毛长不一样。OK 啊，睫毛一个是飞的，一个是垂的。阿布，对不对？开门跟你说要画眉毛。眉毛啊。是不是一个是飞？谁的哦，要黑一点，先不要看吗？对，眉毛眉毛 ，Kevin 他的眉毛重点应该怎么样？你下手太重了。他的眉形，就是你把颜色加深，他不要飘一点，要往上飘的。对，没有人逆着画的啦。啊，他主要就是在往上。哦，好看，好看，你看这，好霸气哦。不要失态。霸气，有点丑在上面，那就像有点没有丑。老师说这样好啊，你们懂不懂啊？可是你尾巴会不会太局促啊？我觉得太短了。现在看起来很粗暴哎。阿布，你眉尾要往外拖一点。哎，我现在突然贫血，我这好想死。你好卡通哦。拉一下尾巴。好，把往上拉。飘出去的。老天爷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妆？我帮你涂均匀一点啦。你的主题到底是什么？你跟我讲。你现在这眉毛在皱眉也不凶了。我怎么会没有看过这么浓的眉毛？就它好像很有墨色在里面，好像起笔画了，画眉毛了，这支笔真的是眉笔吗？这是眉笔啊，它是眼线笔还是眉笔？你知道是不是长了很久啊？是不是长很久？周雨柔，你现在不能做一墨的神色了啦。哦，口红救了很多哎，变外国人了。哎，你现在口红。这样有混血儿的感觉了。对，这样有。我已经算了。刘雨柔，刘雨柔，好多了。好像外国人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你等下把你的头发用中分走秀，很酷。我觉得 OK 耶，奇怪，口红竟然把它救回来了。欧美，欧美。来。这么致命啊！他眉毛真的好好笑。浓浓的眉毛，猫眼的眼尾，阿布果然将女神刘雨柔画得像是从天庭下凡的神，哎，但不是女神，而是雷神。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OK 的啦。哎，我觉得很有正，我觉得很棒，正，不觉得吗？真的，正错，正。好，一二三，走台步了。来气势哦！哇，不交一个外国女友哎，洋派耶！哇，放电！被撞！哎呀！镜子！好，刘雨柔，你要看自己的脸喽。很好，很可爱。蛮好的。来，雨柔来看一下哈。一二三，来，蛮好的。这是。我觉得好有水墨的感觉。对，水墨画。对啊。哎，好像你也蛮喜欢。好丑啊！
你在做哭的表情更丑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完全不像袁惟仁呢。像什么？就水墨画啊。好丑。我觉得你刚刚走台步的时候臭脸还不错。我觉得很像是那个真的是一个什么钟馗走出来还是什么。雨柔，雨柔，你可不可以跟贝彤彤走在一起走一个台步？为什么你在那 Q 这个？我想看你们两个去夜店长什么样子啊。来，你们俩去夜店哦，两个是要臭脸，两个很拽的女生哦，好。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是今晚的焦点。一二三，去夜店吧！走 ，Let's go！ 哪来的这两位？好正啊！好有装饰性哇塞，可爱！好想死啊！这个很棒哎！无论提压，邱慧文当场认不得自己。邱慧文去电影上做，所以你要给他设计的方向是，就是让他稍微性感一点。会在野柳那边爬来爬去的那种感觉。我知道。他是谁？我完全不认识他耶。邱慧文吗？跟野柳进屋等他吧。准备好了。我先回避一下。邱慧文正面秒，一、二、三。我在。去电影上做。其实我看了前面这些画，画完之后心里有一个底了。我知道，我原本很彷徨，但我刚刚在旁边看 OK 了。所以你要给他设计的方向是，就是让他稍微性感一点，野艳是不是？野艳一点的，不是要田丽吗？啊，对啊，就是田丽的那个，就是翡翠杂志。对对对。那因为我觉得哈，眉毛会在石那个野柳那边，你知道爬来爬去的那种感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个眉笔野柳，你往狗那里是不是？对，这海康王的感觉。邱慧文说他并不在乎陈汉典私下是一个无聊的人。OK 啊。那陈汉典真的很无聊哎。对，可是无聊怎么会 OK 呢？无聊就很无聊哎。因为我会就是自己想一些乐趣。可是他是会不带你出去玩呢？不要！那你怎么什么事情不要？什么事情不要？还要大特写，吓死我！越看越顺眼，我觉得越看越顺眼。对，我越看越顺眼。我能够相信世界上有这号人物在。是神话人物，就是。其实还蛮可爱的。我以后都这样来。就是你虚构了一个人出来。有眼睛，我等一下会。OK。好，所以眉毛目前只要配个到我现在心生恐惧。做一个惊讶的表情，我看看，一二三，惊讶，三，去店里面跟人家发脾气哦，好好 Q 哦，天啊！陈汉典是在认真画还是截图？他有感情啊，在截图。现在那个不要一直不耐烦的表情哦，一二三，不耐烦。哇，我觉得会被截图下来。我刚管六格，他可以出一组贴图。做成贺卡，手机的软体，我愿意付费下载，每两分钟来一个。贝彤彤，贝彤彤，准备好了吗？贝彤彤，一二三，惊讶，好惊讶！你刚刚模仿鱼类啊？你好像一只鱼哦，鱼化石还是什么的？有一张很巨额支票进来了，然后银行跟你说，一二三，被跳票了。你也豁出去！等一下，我发现化妆妆都会豁出去，你怎么这么可悲呢？好苦！哎呀，他在商业真的经历了很多沧桑。他没有涂吗？羞辱了这一次，要整个眼皮涂吗？陈汉典会不会很空虚啊？哎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我很认真。我们玩得很开心。哎，他竟然不知不觉给他上眼妆了耶！重点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靠，上什么东西？要对面。
张图哪？你在画什么？在写毛笔字，真的？在写毛笔字是？秦汉鼎在画什么？他真的是留空白，然后再涂满。你画好大一坨。那眼影啊？他眼皮被粘住啊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我完全不认识他。乔慧文吗？我没有看过，还在这边。我没有看过这么具体的眼影哎。方形哎。你是要拿去钱庄换银子吗？方形的眼影。什么？有魔王啊！你画两只蝌蚪在眼睛上，是两个豆点。他为什么在方块的尾巴加了两个勾勾啊？这完全就是一个性暗示。你另外一边应该不要勾哦。陈汉典，我觉得你是今天最不懂化妆的人哎，你那个勾勾像水牛角一样啊。不是啊，这样会比较艳。这样会比较艳。是要勾勾哎，好像水牛角哦。陈汉典，斗牛，你失去他了，他不会跟你交往了。有鳞甲在眼睛上面。你们新加入一个女演员了，怎么办？很开心啊！你们三个真的可以组一团表演。再来就最后一部分，口红是还是最后？他现在的眼影。我以为你要说口红。就开了，就对了呀。没有吗？你们四个如果打一桌麻将，很讨人厌。手中版的明星三缺一，年兽版。我看看现在有口红后怎么样了？啊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睫毛，先不要看。他没有道理耶，他这什么意思啊？有假睫毛根本没有改变啊。那个下唇而且还掉出来。下唇掉出来。口角下垂啊，就眼睛有点张。你们有团圆呢？第四个完全完蛋了。你是谁？都好了。到底是谁？你真的好胡闹哦！会不会很艳？嘴艳太夸张了，嘴好大哦。我嘴巴照他的唇形。陈汉典，拉你的美女到中间来吧。汉典，你确定是在帮你的女神化妆吗？还是把她的脸当画布？哎，看着邱慧文的脸，哦，汉典真的是把她的脸给崩坏了呢。这是雅琪，你是谁？你不要摸，会攻起来心。看我的表情啊！化妆师要跟你的模特走秀了哈。好，一二三，出发吧。Yes。拽什么拽？而且眼睛下面那个方框是什么？他不小心摸到了。好，来，刘宇把镜子给他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先回避一下。邱慧文，镇定一点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哇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是谁？你好丑！我认得你了。你闭一只眼睛看另外一只。你能够理解你眼睛后面多出来那两条黑色是什么东西吗？不是，因为不是说勾起来，好像又是勾起来比较性感嘛。那个眼影很脏哎，怎么会吗？有头发。你刚刚翻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像在跟那个魔镜讲话？感觉魔镜里面有另外一个人。脏哦。各位，准备好喽。好，放下镜子。一。二号机。一二三，愤怒。可以，再浮夸都不觉得夸张哎，好棒的词！哎，他今天是冠军吧？我觉得刘雨柔是冠军。刘雨柔背后，拜托你最后一个愤怒搭上这个手势，雷公啊，雷公！好，一二三，哇，很神哎！好，那邱慧文，因为 S 觉得你跟刘雨柔最精彩，所以请你移到中间来。好，来，四位妹妹起立吧。给你站走。我们要一起走秀喽。今天四位美女被他们所对他们很向往的男生化了妆之后，现在的造型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一二三，出发吧！哦，目光。